铃木一朗在水手留下多项队史纪录。资料照美联社体育中心综合报道。44岁传奇球星铃木一朗今天传出将以一年短约回国水手，生涯12年为西雅图鞠躬尽瘁的一朗，共累积多项队史纪录2018，他将持续堆高两身障碍，等待后辈追求。铃木一朗为水手效力12年，累积多项傲人纪录，其中最难超越的就是2004年缔造的上季262支安打的联盟纪录。该季铃木一朗更以3.72%的打击率夺下打击王，至今仍是队史之最。此外，铃木一朗称霸水手的数据还有上季总打数、上季三垒安打、生涯总打数、生涯总安打、生涯三垒打、生涯盗垒以及生涯总打击率等后辈难以超越的伟大纪录。铃木一朗在水手留下的队史纪录如下：单季打击率0.372，上季打席762，上季打数704，单季安打262，上季三垒安12，单季上垒315，上季故意四坏27，生涯打击率0.322，生涯打数7858，生涯安打2533，生涯一垒安2060，生涯三垒安79，生涯故意四坏172，生涯盗垒438。